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清新动人，她的头发那么的柔，那么的亮，那么的乖乖的有弹性，那么的……同学，干嘛又拿我垫上啊？进来做气氛吗？她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清新动人，步履如此轻盈，神情如此活泼，身材如此端端的有弹性。同学，你闲着呢干嘛？你没听说过一调治百病吗？不但没听说过，我想观众应该也没听说过吧。你不信没关系，我乔家百年信用保证，你的武功马上就会恢复了。是吗？那要多久？很快啊，只需要一炷香的时间。一炷香？那还好啊，我挺得过。你们家是拜哥斯拉的吗？你怎么就这么大的香？冷静一点。我很冷静啊。眼中的你尽是挑动，拨弄着我心成野兽，压不住的一念慢慢的涌。小白脸，这才怎么办干嘛？我没有啊。